啊，爸，干嘛？台湾现在好像很冷哦，你有大便吗？爸爸，你干嘛？我明天还要考试哎。没有啦，我是要跟你讲，妈妈有一点不舒服，你要跟她讲话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先这样。爸，怎么了？妈妈现在很辛苦，明天早上7点她要做手术。手术？阿嬷，高风险吗？有一点严重哦。爸，我可以跟阿嬷讲电话吗？刚才打给你，你没有接，现在她已经睡了嘞。睡了。没事了，你早点睡。Thank you.
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has not been